在便利店看到的，一个是无糖黑咖啡，还有一个是橙 C 美式，感觉看着还可以啊。它这个就是美式的味道，给它放冰箱里就是冰美式，尝尝这个吧，还行，7块几一瓶，8块钱吧。嗯，这个好喝，这很像瑞幸的那个橙 C 不柚 C 的那个。这挺好喝的，能喝到那个橙子的味道，而且里边还富含维生素 C。这种咖啡我就不喝完了，喝快了心脏不舒服。挺好喝啊，这个橙 C 美式，在 Seven 买的，拜拜。